玩具。哦，这什么？哎，是十秒哎。十秒，十秒你能做什么？我告诉我十秒我能跑完一百米。一百米都可以上奥运会了，行不行？今天来看看谁能在十秒内做得更好。当然是我呀。那当然是我呀。第一轮速度战。在十秒内把乒乓球从弹托里抽出来，更多的人获胜。计时开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。哇！我就是十秒的王，我就射了一个，你看你射了几个？我射了6个，哇！没想到十秒钟真的太快了。OK， 这一把谁赢了？第一轮楼楼上，对，是我，速度就让你了。第二轮记忆力，观察小林厨房游戏十秒，十秒内背的更多的人获胜。好，计时。石头剪刀布，我赢了，我先来。茶壶，冰淇淋，那个人偶，奖杯雕塑，烤火鸡，啊，这个有花，啊，还有什么来着？但我们现在是打平了。碟子，现在我赢了你一票了，快点，快点。啊，好，等等。想想还有什么？哦，啊。咖啡机，啊！让我看一下，哦，有蛋糕，对，我想起来了。啊，酒杯。哎，哇，你这个你说的哪个奖杯啊？这个啊，这个就是奖杯。哦，有胡萝卜，我想起来了。还有苹果这种。碟子，哦，我其实想的是蛋糕上下面的这个碟子。哎，我再说两个就赢了呢。对，第二轮，小刘胜。现在是1-1、第三轮运动量，五一，哎呀，已经掉出去一个，已经掉出去一个了。哎、非常简单了，就是我们在十秒之内看谁能抖出更多的球，最后比谁球少，谁就赢了。没错，开始。剩多少个球哈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四个了，五个，我还剩五颗球，你呢？到我了啊！一颗，一个，两颗，两颗，三颗，没有了，没了吗？真的没有了啊！好吧，第三轮的胜者是龙龙，耶、yeah.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十秒挑战胜者就是龙龙。哇，十秒之王！那输的人有什么惩罚吗？有啊，就罚你十秒之内逗笑我。啊！开始。啊！笑了笑了，我下次一定要赢。加油！